哥哥从小就开始收集什么东西呢？收集地址、信箱、邮票，还是音乐呢？我的答案是三哦。OK，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喜好哦，收集邮票。OK，哥哥从小呢就开始收集邮票了。OK，地址是什么呢？地址呢指的是 address，对不对？你住的地方，我怎么收集地址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收集信箱。也不太对哦，信箱就放在你家门口啊，你别人寄信给你，也可以放在那个信箱里面哦。然后呢，收集邮票其实是蛮多人会做的一件事情哦，因为邮票其实有价值的哦，好像你收很久以前的邮票呢，或者是那邮票很少人有的哦，OK，让你收集起来呢，可能以后可以卖更多的钱呢，哦。所以有些人呢，特别喜欢收集邮票，尤其邮票呢上面图案很特别，对不对？然后不同国家的有不同的设计哦，所以而且每一年都会出很多很多不同种的邮票哦，如果你有兴趣哦，应该去看看哦。好不好？好，音乐我也没有办法收集音乐，OK？音乐怎么收集呢？我就可以享受那个音乐，可是我不说我在收集音乐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口气又讲了四题咯，希望你这四题都答对。我们待会回来呢，再继续咯，待会儿见。